情，短短经年，伤性命，短短爱恋，还有一点情呀，一点情。什么代志？啊，公主，公主，我大哥决定。哎呦，阿公哥头疼的代志，老夫人昏去啊啦！讲什么？什么人昏去？老夫人昏去啊啦！什么？娘亲，娘亲！娘，你只把人别打听，不是阿兄要去请大夫啊？妈，你紧传我来。哎哎，公主，阿公门底下啦。好，进来，阿妈。张玉，老夫人人呢？现在正在休息。哦，大夫，我阿嬷的人到底是安怎？你是讲我阿嬷伊？林公主，这你免烦恼。老夫人只是一时脑血攻心，才来昏迷，应该没啥问题才对。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也不过林公主。你会有的人上刺激激动，我希望吼，你以后卖阁老夫人受气。啊，那伊我已经甲开安神的药啊，好啊，静养应该没有什么危险。我知影，多谢大夫，多谢大夫。赵玉，在，你叫一个人送大夫回去，顺续去提药我回来。是。阿伦，送大夫回去，顺续贴药啊。是。我先工作，报告先。多谢大夫。大夫请。张玉，在。我问你，什么人惹老夫人生气？小的唔敢讲，工作员去问阿秀好啊。我伫咧问你。是，代志是安尼啦。阿秀唔知伫倒位啊，带来一个乞丐婆，想要见老夫人，想要骗一块钱财。啊，佫讲公主真济歹话，老夫人听了非常的生气，都昏去啊！是乞丐婆讲我的歹话，唔是乞丐婆讲的，是阿秀讲的。但迄乞丐婆是一个天生的野狗啊！阿秀竟敢讲我的歹话，伊是讲安怎？讲足济啦，也毋过主要是讲吼，光表小姐是公主你害死的，啊，迄乞丐婆就是证明。讲我害死表小姐，是啊。伊讲吼，公主想要娶伊乡伊的明珠啦，才亲手将表小姐塞伫咧水底。啊，这代志哦，拢总互迄乞丐婆看到。公主，伊伫黑白讲啦。是啊，这根本就是一黑白讲嘛。但你想看嘛，迄个乞丐婆是一个天生的野狗，伊袂晓讲话，要哪样个造成？公主，无这款代志，假使你唔相信，你通去问秀秀啊，问阿秀。对，我当然想要问你。公主，你唔通入去，老夫人等你休困啊。我是安那明啊入去，我是安那明去见阮阿妈。林家是你伫做主，也我伫做主。你唔通靠说你伫伺候老夫人，你欺负我对我头壳顶来。你甲我听好清楚哦，等我先来见阮阿妈，稍等下我再甲你死守。我来去阿姐。
妈，你人无爽快心，有较好无？你这个不中用的囡仔，你也搁在面来见我？阿妈。做什么代志？你只管甲我接嘛，你千万唔通生气啊！看你的规身躯，还阁臭酒味这么重，你每日只知影饮烧酒，以外你是知影什么？我心肝头有闷吗？你心肝头有闷？敢讲别人的心肝头都袂有闷心？好好一个家，目睭金金看将军的摆在你的手头，你都爱知影，阿妈是查万的人咯。这个家卖兴也是你的。下摆也是你的，谁知你嘛？好好好，阿妈，你莫艰苦嘛，我会听话，我会搁再好好振作起来，安尼唔就好啊？你讲的好，起来，起来，阿妈，你若真是有这种决心，对子嘛去。咱夫内代志，由你家己爱掌管，袂用个靠别人个，知影无？好，我一定做会到。第一件个代志，都是这个张勇爱家死掉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张勇这个人心思险恶，伊表面上什么都真顺从咱。其实伊的背后做代志是太不是款的，阿秀拢嘛甲我讲过啊。阿秀，阿秀，你以前都唔是安尼啦，你即马是安那变啊遮尼歹？你安尼无中生有，背后伫咧生言重语，你实在是让我真失望。我嘛对公主做失望的啦。放肆！你更加用安尼即款态度对我讲落去。如果你若感觉我无够资格做一个查某囝，虽然你要安处置啊，拢会用的。你唔通靠说你伫咧私房乱胡哩。我只是无希望讲要惹阮阿妈生气，我只会暂时伫咧容忍你。那呢？多谢公主你的宽宏大量。我搁再问你，你讲表小姐尚在人世？这是真的还是假？是假。哼，那你为什么甲老夫人讲，讲伊无死还活嘞？公主，你不是认为讲我想要骗钱？那呢，我是一个骗子啊，我一定会无中生有嘛。欸，我是凊彩讲讲的啊。阿秀，我甲你警告，对今仔开始你除了输了老夫人，你甲我较老实。你若是要搁再无中生有，造谣生非者。唔通怪我反面无情！我知影，公主，你若无什么吩咐，阿秀想要告退咯。张勇，在，你去准备一下，对，明仔载开始，
府内代志我要亲自奖励，你就用下巴奖励一下，我要当面点告。是，元爷，你敢真正要将少妇交出来，让公主家己去监管？对，我一定将少妇交。凶爷到时阵，伊后悔去。那你，你是要哪做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存心要钓？当然，阮当然是对你啊。是啊，你管家唔做，阮嘛无当做，当然嘛钓你啊。对啊。好，恁两个好好听我安排。代志若成功了，咱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那安尼真好，你讲。爱我安怎做？一不走，你不休。我早就等待这一天啊！我问店主看卖啊，林公主是唔是有花批啦？哦，我拄只只问过啦，无啦。奇怪，照你讲，应当是爱有花批啊咧。唉，我这两天心情是不定，唔知影阮贤弟是唔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唉，公主啊，这边哪会会咧？唉，公主啊，饮茶啦。我看哦，一定是公主，逐天伫咧遮读册，吼，册读了伤多啦，才会乌白想的啦。袂用得，阿大伯啊，我看你都要倒转去一撮。以阮小弟的为人，是最讲信用，无可能遮尼久拢无回批，一定是有代志。我实在放心不下。公主啊，搁过几工哦，就是考期啊了。欸、我一定要伺候公主考了，我才会当起程啊！哎呀，考试的代志，我家己会应付，你唔免甲我伺候啦。公主啊，今仔急也无急在一时啊，而且这林公主因家哦，遮尔有钱呢，我想哦，绝对袂发生什么代志啦。欸，对哦，今仔日的天气哦，足好个啦，公主。我陪你来去街仔路行行的，而且欣赏一下京城的风景，安尼公主就袂乌白想啊啦，哦，哎，公主行啦，行啦，哎，嘿嘿，你看两位，真歹势，我们现在拢气氛啦，明明再来啦，我安尼哦，我稍等下好无？哦，好好啦，好啦，歹势啦，无紧无紧哦。哎，公主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哦，这京城实在是有够闹热的。而且哦，人都足济了，这么大的客栈，哇，坐到满满满的。既然这样呢，咱回来客栈吃饭啊。哎，无嘛，公主啊，咱就出来行行。哎，小林来着，小陈给你过来。哈哈哈！请问你是不是在等这个空？哎，是啊是啊。阮主人烦你，如果恁大家若无去啊，会使来到阮同齐，大家小客一下。不敌你一下路。哦，安尼样。啊，好好啦，请，公主，请。在哪里见啊？在哪里见啊？心蒙粉屑，感激万分。不免客气，这多谢。看来你
是来户口的居住，正是，请问兄弟，我也是，而且这一科一定爱考中，看来咱是朋友，是得手咯。古里村，真是奇咯，天下共足之，在下有一份信心。六四随手，讲起真好，当仁不让，这是读书人的本性。在下四少名婉言，请多指教。不敢不敢，是讲看萧爷你的气派，想必家世不凡啊。你哪会知影？因为萧爷手中这个积蓄。那是伊铁玉而过来，看这个花型，我就了解你非是普通人家。本来你兄弟也是行家，你详细看。果然无错，铁玉的那是天下奇兵，通天下。听讲只有十支，一向拢是作为皇上进贡的贡品，是比上个搁较珍贵。照我看，这个花型价值千金。你也老介意，我就送。嘿，慢哉慢哉，你我萍水相逢，不感动如此相思啊！这是我家己愿意要送你的，你呀、啊，你唔免客气。这个千金之事对你是真有帮助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虽然比较不善，可是我的志节不善，小块财宝我袂动心。小兄，如果你能一定要安尼做者，我只好告辞了。我失言，唔通走，咱来做一个真好的朋友，请坐，请。你唔能做啊，唔通的。是。啊，叫小二佫添几项啊酒菜来。是，小二啊，我搞袂清楚，谁来谁来谁来。平主姐，你还伫咧气外甥？我今仔来遮是专工要甲你讲正事的。哦，你除了会晓啉烧酒以外，又搁会晓做啥物正经代志？平主姐，你错怪我了。
讲的话拢是真实的，我不但决心要改酒，而且我认住江冠大师，你要相信吗？相信不相信，跟我什么关系？你若会当重新振作，什么人嘛会替你欢喜啊？只可惜，以后恐惊我会较无用，咱见面的机会可能会较少了。我宁愿一年见一次的林中祥是清醒，我嘛唔愿逐天所见到的是一个酒鬼啊。